记不记得这个洗衣机不能脱水，要自己扭干？我跟妈妈今天找到了脱水机，耶，终于凑齐喽！你看起来像洗衣机，但它不是洗衣机，它是强力脱水高速回转。看起来很古老，但它里面却很新哦。哇，好可爱呀！指甲很好，是铁的。这里要有排水。它一样是装三颗大电池。好，我们来装。应该是要从旁边先吧。哇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构造，是这样子。这个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可以这样子。这个是马路上房子飞出来的，这盖子应该也是房子的，没错。以前的洗衣机跟脱水机应该是分开两排的。哇，好酷！我有迷你厨房了。我们水从这里接过来的，没有看到这里的连连可以去看。哇，水分满了，现在把这个。把洗衣机倒下去，就切出来。衣服洗得差不多了，我来关掉喽。现在要把水倒掉，我脱水你倒。你们看，现在水湿湿的毛巾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脱水了。快，这个放平均哦。好，盖起来。这盖好点，它才不会飞走。这个也要盖好点，不然它会飞走。这个也要盖好，不然它会飞得更远。现在按下去，让它脱水了。哇，好酷哦！好像真的洗衣机在脱水，我们洗衣机也会这样动。哇，真的！哦，那它是安全设计，盖子打开，它就停了。我们再拖一下，哇，它又自己动了，而且还是快，自动的好酷哦！飞机要降落了，这，还没停止前都不可以开袋子哦。好，停止了，现在可以开袋子了。这个好多盖子要开哦。哇，看起来很干哎。哇，好干哦。这毛巾的情况超干的。这台刚不是脱完了吗？脱完那里面会有水，就是那条毛巾的水，我们给大家看看。这就是刚那条毛巾的水，全部都被脱出来了。这真的是玩具吗？我觉得是真正的迷你脱水机。虽然它脱水了，可是跟我们的衣服一样，洗完还是要拿去晒才会干。富士妈妈还有一个更棒的东西，就是烘衣机。如果很多人想看烘衣机的人，在下面留言跟你说，下次我跟妈妈就会努力的找出来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，按下小铃铛才收到新的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日常实况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有观众可以看。